好啦，我不开玩笑。我们今天呢，不只只有唱歌哦，我们还有什么魔术表演呢？有没有觉得很棒？而且他说要互动，所以教官你们要小心了，因为他等一下可能会跟你们互动的意思。OK 吗，教官？知道他如果他有说啊这个牌是什么，然后突然变那个另外一个方式的时候，你们要尖叫一下。然后这个魔术团呢，是来自于我们的，我也是我们很年轻的校友，哎，都是还蛮帅的其实。然后我刚其实以为想说，哦，魔术团不是校友吗？怎么看起来蛮年轻的，跟我差不多。谢谢。然后我刚刚就看到他的服装，我就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魔术表演家。哎，等一下会有那个砍头的画面吗？我不要，不想看到这个哦。不会啊。哇，你看他穿着白色上衣哦，最帅。好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最帅的三个学长，徐国成学长、苟富生学长还有郑伯康学长，我们欢迎他们，谢谢。喂喂，大家听得到吗？没有，听不到。大家好哈，那等一下是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个魔术表演。那在表演之前，我想要表达抒发一下我个人情感。其实刚刚工具人乐团他唱的第一首歌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《飘向北方》。我相信在座很多学弟妹、学长姐都是南部人，对吧？有机会回去品味一下这首歌，你会流泪，因为我们都是从南部为了理想、为了学业而飘向北方的。我们给工具的乐团再一个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他们还能走吧？走了，挥手致意一下，致意一下，工具人，工具人。叫你上来了，大家回去就可以飘向北方，来回去 YouTube 找一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其实哈，给大家猜一下，我们是几级的？哎，啊，没有人猜，哎，八十六。好，这么老吗？好了，没有，其实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是二位数的最后一个。我们是99级的，对对，我们99级的。哎，这就是专业，我们都没有 Q 好呢，这都知道我要那个。靠那个吃饭的啦。真的还是哥，谢谢。对，那我们十年前其实就是在竹师创办了魔术社，然后跟我们的好伙伴。哎，老实说，其实我们两年就倒社了。哎，你说可不可惜？一点也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青春，有没有道理？掌声来一点，谢谢。那个野餐的哈，你不要吃好不好？往前面一点。竹狮人要干嘛？竹狮人就是要挺竹狮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他们在表演，我就坐在前面，我就鼓掌。对，那我希望大家野餐吃饱了，可以近一点到前面来看我们的魔术，因为有点远，我没办法跟你互动。对，好，那我们。来点掌声，把后面的人请到前面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他们还是不动，好，我尽力了，后面的我尽力了，他们不动，我慢慢走，好。好，那谢谢 ，OK， 那事不宜迟，第一个表演者就由我们魔术社的，就是一同创办人，99级的徐国成为大家带来一段精彩魔术表演，谢谢。听不到，电魔术，听到。喂，小弟，我给他放上来，没开的。这双麦克风还是计分的先生，这个现在表演，99级的，低调。低调，校园没碰到。我们再次欢迎他，好不好？呜呼！要去要牙切吗？没有。我是要找一个美女给他。大家听得见哦。听得见。好。如果想要看精彩魔术的。故意的。想要看精彩魔术表演的，可以往前一点，因为可能。这个蔡继芬小姐她很前面哦。对，感谢。这是非常应景，
大家来野餐，于是我也带了一个自己的野餐。可以往前吗？接下来看看我的餐里面到底什么东西，今天要表演什么，大家可以猜看看。是面包。有些魔术师会表演扑克牌，或者是鸽子、大象啊，这么大的。平常不用我。我为大家带来的表演是关于神奇的魔术。哇！尖叫！尖叫！开始音响，好 ，OK。这边有一条很长的绳子，对吧？对。对。哎，奇怪，不是说好帮我剪三段吗？怎么没有？没关系，我自己有带剪刀来。只要一剪，瞬间，哇，瞬间就掉了，就变成三条绳子。OK， 今天为大家带来表演三条绳子的故事。OK， 现在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小明家有三兄弟，老大叫大宝，老二叫二宝，请问老三叫什么？答案是小明，因为小明家有三兄弟。OK， 现在大家看到。小明三家，家里三兄弟，好，大宝、二宝跟小明，只要稍微一二三，猜猜看哪位是小明，哪位是大宝？掌声鼓励！这位就是大宝，这位二宝，这位就是刚才看到的小明。OK， 大家可能觉得非常奇怪，不过没有关系，魔术现在才刚开始而已。OK， 首先大家看到这边有两条绳子，对吧 ？OK， 两条绳子，只要稍微轻轻的，怎么又变成一条绳子 ？OK， 现在开始正式为大家表演绳子的魔术。绳子还没，现在还刚开始。OK， 首先绳子的构造有两个绳头，对吧？现在我把两个绳头。稍微的拿在一起会出现一个绳结，对吧？哎，奇怪，怎么绳头变成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绳头呢？这样是不是非常的不自然？对，四个绳头一个绳结不自然。如果是这样子，四个绳头两个绳结自然了吧？既然这么自然，那就稍微有点打结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太久没有变。用力一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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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，它就变回刚才的两条绳子。哇！可能刚才动作太快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为大家再重新再做一次。这边首先有一条绳子，绳子有两个绳头，没错吧 ？OK， 没关系，再一次把两个绳头抓在手上，没错，现在两个绳头对吧？现在呢，要把绳子剪成两半，只要一把剪刀，一二。一二三，哇，就变成两条绳子。没关系，可能动作太快。现在为大家介绍，这边有一条很长的绳子。OK， 大家还好吗 ？OK， 没关系，继续。接下来我把绳子。不小心把绳头拔下来了 ，OK， 现在这边出现了一个环，我可以持续做这个动作，持续做十分钟没有关系。掌声鼓励。OK， 现在出现一个环，之后接下来绳子自己打结了，哎呀，现在情况非常的糟糕，绳子居然自己打结，该怎么办？于是这时候，你看，魔术师要先集中身子一下。小天使，看来小天使这招也不能支撑太久多久。于是又在想到米老鼠，看来真的解不开了，只好先把绳子稍微剪掉一下。这时候呢，需要一点粘着剂。瞬间绳子自然又接回来了。刚才的绳头，刚才的绳头，会把绳头再接回去，只要吹一口气，再接回去。OK，
接下来又轮到我们的小明出场，跟一样，我现在把绳子一样，原来的两段，最后的小明 ，OK， 大家还认出来小明是谁吗？一二三，这边是刚才的大宝，二宝，二宝，还有小明，小明，大胜利。想要检查的没关系，就放在这，随便来检查。好的，接下来要来一点互动一点的魔术了。哦，对，现在呢，大家都会对魔术师有一些憧憬，有一些想法，说，哎，魔术师这么会变，什么都可以变，那钱可不可以变？魔术师拜托教我怎么把钱变多的魔术。今天我就是要来表演这个。如何把钱变多？通常魔术师怎么把钱变多？现在我需要一位观众提供他的一张钞票，我可以把钱把一张变两张，还有没有？哪位愿意？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对，拿大奖金。要是一张一百，可能变两张两百，好像还好。看有没有一千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一千块。这张钞票就是主秘的钞票。OK， 对，每一张钞票上面都有代码，就是每一张都完全不一样，全世界就只有这一张有。那请主秘帮我把上面的号码抄在这张纸上，来证明这张独一无二的钞票，我没有任意的换算。不能弄丢啊，那主秘不能给的，这个月零用钱啊。谢谢，主秘可以先下去，等等就等着回收钞票就好了。主秘下去，主秘先收。主秘准备麻袋啊，来收。我先准备个麻袋。OK， 这张钞票就在我的手上。OK。现在我把钞票慢慢的对折，对折需要一点时间。通常变这个魔术，我自己也非常的害怕，怕一不小心真的变不见了怎么办？喂，没有关系，这边有一张钞票，只要稍微吹口气，它就会变。怎么？好像它的颜色。哇！完了！变成一百块了。哎，你这个月就没有钱了。哎，一张，把它变两张。两张哎！变成了多少？少了八百啊！这个时候，魔术师八百块就入袋了。OK， 主意这两百块还有，那时候他不要哎。是不是？那你看魔术师今天就额外就多赚一千块。好，没关系，哎，一百块不要了，不要。那我把一百块变回一千块可以吗 ？OK， 我这边看到一张一百块，只要一二三，哇！主秘，这张一千块可以吗？这还可以接受吗？这还是我表演就到这里结束就好了。不行了，主秘没办法回家了，没有车钱了啦。是哦，可是我看了一下，我身上也没太多钱了。那那个太低端了，低端没钱了。不然这样，其实我今天带了餐盒来嘛，我里面餐盒刚好带了三个面包，菠萝面包，还有红豆面包。还有巧克力面包，哎，主秘你喜欢哪一个？喜欢哪一个面包？完全都没有，还没开过的面包，选一个。这个，啊，主秘个人比较喜欢吃红豆面包 ，OK。现在红豆面包里面还充满着氮气哦，完全没有开过。现在把它打开，
我们完全没有串通，好吧？对，完全没有串通，他也选了红豆面包。对，我来吃一口看看。看过。蛮好吃的，都没有分给我们一个人吃。是哦，哎，这边还有两个。哎，等一下，它里面好像有个东西。左边可以上台一下吗？我好像有看到一个东西。哎，麻烦你。拿出来。发现了，发现了。拿出来。神秘人不用钱了。然后钞票打开来看看，是不是刚才那一张？要变两张吗？哇，好厉害！